只要我们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多用一些对于自己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颜色，那么运势也会慢慢变好的。可见有利的颜色在我们的生活是扮演出很大的作用的。那么对于热情但比较高傲的属马人来说，他们利用什么颜色转运呢？一属马人一生运势，属马人热心慷慨，思想开阔，一般很有领导能力，也有很强的创新能力。 而且还有很强的创新能力，而且属马的人还有表演的天赋，天生的人缘好，朋友很多。属马人的性格开朗，思维敏捷，会轻易陷入情网，也会轻松的脱离情网。他们反应迅速，能当机立断。他们动摇少耐性的弱点，常被灵活开朗的性格所弥补。不过生肖马遇事急躁，性情固执，脾气火爆的特质。 也会让他们吃不少亏。属马人对待婚姻还是相当慎重的，不管是挑选自己的伴侣，还是对待婚姻生活，他们都会认认真真的。因此，属马人的婚姻还是不错的，两个人的生活比较幸福。属马人非常有主见，性格多变，不会轻易让自己坠入情网。不管是在爱情还是在婚姻中，属马的人都很难被骗。 属马人追求完美的家庭生活，忠于自己的家庭，但是他们不能忍受背叛。一旦有了不好的苗头，他们就会迅速处理，不会拖泥带水。属马的人有领导能力，有创新能力，也有事业心，但是他们一生都在奔波，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财运上，属马的人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属马的人虽然有挣钱的能力，但是属马的人不懂得理财。 所以他们的钱往往来的快，去的也快，因此他们要学会积蓄财富。属马人有很强的应变能力，不太适合从事单调重复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应该找适合自己发挥优点的工作，才能顺利长久。二属蛇中生最吉利的颜色一淡粉，淡粉色对于属马人来说也是不错的，淡粉色主要能够旺命运。 以往属马人会时常遇到波折，而且没有办法办理，这会让属马人的处境变得非常被迫。但是有了淡粉色以后，就算是有了一些新的变更，起码属马人开始变得顺利了，不容易出现差错，在难题眼前展现的也比过去轻松了很多。淡粉色的手帕是一个很好的选定，有了淡粉色的手帕，属马人的命运会直线上升。 以至于未来都不会经历太多的磕磕绊绊。对于属马人来说，淡粉色手帕绝对是有助相对大的好处的，所以要时常佩戴才是。淡粉色另有第二个好处，其实能够让属马人的财运提升。属马人一直以来都是相对亏空的，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上一直产羊的都不是太出色，其基础缘故即是属马人命运不够好。 但是有了淡粉色以后，他们的财运开始有了不错的改变。过去不能够赚到的钱，现在也能够很轻松的赚到，而且与人同盟的时候也能够拥有很多收成和利益，这都是属马人过去无法做到的。二杏色，杏色对于属马人来说是较好的选定。杏色主要是提升事业的。属马人非常大的悲痛，即是由于他们的事业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步。 但是有了杏色以后，倒是有了不错的变更。非常主要的，即是属马人开始变得事业升高了。以往他们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但是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将事业上的问题全部给办理掉。而且随之而来的，即是职位的提升。属马人只要能够在这段时间保持住稳定的发挥，就不会有太大的差错。第二个好处，即是杏色能够让属马人变得积极主动。 以往属马人固然在工作上相对稀饭起劲，但是在事业上却并不积极主动。他们更像是一个苦守在原地不稀饭进步的人。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能够吃饱穿暖，就可以安逸的过完平生。但是有了杏色以后，他们便会改变本人的念头。他们逐渐发现稳定的生活并不会让本人得到太多的好处，是时候应该放手一搏了。三绿色对于属马人来说。 绿色也是他们的幸运颜色，经常处于绿色的环境当中，属马人的情绪会变得非常稳定，整个人的身心也会得到放松。尤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如果看到绿色的植物，所有的疲惫都会瞬间消失，并且在绿色的作用之下，属马人会变得豁达乐观，凡事都能看得开，不会因为琐事计较，所以身心状态会有很好的呈现。 属马人平时可以在办公室或者家里多摆放一些绿色的植物，也可以随身携带绿色的装饰品，比如绿水晶或者是绿宝石等等，都能够有效的催旺自己的健康运势。四青色在五行当中，生肖马的五行属火，而青色五行属木，木生火为生气，所以青色是属马人终生的幸运颜色。 青色主要会给属马人的事业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，因为属马人在日常工作当中比较粗心大意，做事有手无尾，常经常会因为自己的不细心而导致出现差错。但是在青色的作用之下，属马人会变得认真细致，做事也很谨慎小心，只要是交代给自己的工作任务，都会用心的去对待。有了这样的改变。 属马人的工作将会发展的非常顺利，并且经常穿青色的衣服或者处于青色氛围当中的话，属马人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会有很好的呈现。三属马人禁忌颜色一褐色，褐色会属马人陷入比较危险的境地中，比如说丢掉工作、没有钱花以及痛失爱情等等，总之会带来各种不好的事情，让人有些难以招架。 属马人一定要多多避开褐色，不要选择褐色的配饰，也不要穿褐色的衣服，家里面也不要去采用褐色的元素。只要能够在这方面多多注意，肯定能够避免掉很多麻烦。二黑色，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，水克火，水火是不相容的，而黑色五行属水，因此它是属马人的禁忌颜色，会让属马人生活中多挫折和磨难。 难以一帆风顺，尤其还会遭到各种小人的打击。生活中要少穿黑色的衣服，也不要选择黑色的包包。家居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也要尽量避开黑色元素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规避风险。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，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,在的努力。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。 那样，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。祝大家开心幸福！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